那个制作人他当然没有做心理准备，可能一下子两局就输掉，我们马上1-1有没有？这场最重要。对，那口露露，我刚提到了，也是带动物的角色哦。那口露露其实在系列作里面算是非常具代表性的一个女性角色，对，非常可爱。嗯。不管是在日本当地还是国外，其实即便在四魂是相隔了10年才推出的全新作品，不过不管是 cosplayer 也好，相关的二创作品都非常的多。那我们那个可以跳上去，看到老鹰，我可以挂在老鹰上面。当然，如果你看他的身材就知道，其实他是一个敏捷、身形敏捷的一个忍者啊。老鹰的名字叫做老巴哈哈啊，老巴哈哈，你会听到他一直叫老鹰的名字。哇哇，为什么明明这么可爱的角色被 ET 用起来却那么的，会让人家觉得面目打丧的，难怪他绰号叫没有朋友。对，我玩什么角色都可以玩很强，现在两边血量了，哇，怎么？第三，哇，怎么没有中？再一次啊，还是没有中。不过最后还是被弟弟这边拿下第一场胜利。哦，其实怒气值满的时候，他就可以使用这个弹飞武器的武器，就是要掌握自己怒气值满的时候的情况。好，这个指令口是不可以防御的。然后在游戏里面，当然按住后就可以防御哦。如果在适当时机按住后的时候，可以把对方武器弹开哦。好，我都没有注意到，其实我们那些真的不是主攻，我不知道他怎么会这样。那这样子，这些龙 ET 的进攻会更加的棘手哦。哎呀，有点可惜，所以没有中哦。好，怒气值消退。给吴先生的机会，吴先生加油！剩下滴滴血有没有机会？哇，一滴这边，啊，怒气值要掉，但是没有达效果。嘿，最后一个肚皮屁股光皮，哇，居然要打到最后一个灯啊！枪位盘啊，就是表示双方实力非常的接近。对，只会跳下来。那这个Samurai Showdown也是今年 BDO 2019的这个指定赛事项目之一哦，所以非常的期待。哇，滴滴表示关关角落，看你们还有没有什么招式可以用。在没有怒气值的情况之下，我们黑木先生还是要用他的屁股攻击吗？哇，躲掉！哦，滴滴这边。不断的想要，